刚开始的就不用拆。啊，刚开始不用拆，最后就是火烤的状态上再看一下。别回去，你别往这儿挪，里边管子有水。一般的水。太少了，不够炫。你看啊，都有。这个状况应该可以了。哎呀，装现在可以了，要不再接着水吧。加加加加什么加？走。火狗的。好好好，来，开机开机开机。哎呦，这地小，他能往外出去。跟着你来面儿。地上是一家大客的。刚开始水，完了加的水。好，停！一上压那个管，就开始晃了，是吧？它打的，你看这头一，对，打到地上再地，那个管子，那个就是晃着管它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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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料加料，不能让它进空气啊！一进空气就不好了。你看，你看那边，你看那边就没这样看。走。好，行。兄弟，你把料一会儿接的，一会儿取换好的加料就是。直接现在取换行不？哎，这种料咱不算了吗？兄弟，别别别别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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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取换呗。开机，开机。慢点，再坚持呢。你拍一下那个那这个地方管子动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管子动的地方。下面开着，开着下边，我刚才说的吗？下边会开会开。不是开着，插进去了。一手一手再开，也会开一下。赶紧排差不多，我们都要喷了啊！喷了，好听吗？喷吧。
往里一干。